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有刚好一小时的时间嘛，那所以我从来不会准备什么简报，所以我要讲什么就靠大家决定啊。那如果试着扫扫看，不一定扫得到，如果扫不到的话，可以手动输入这个网址啊 ，slido.com，slido.com， 然后再输入12170，那也可以到同样的一个网站啊。对，关了灯，大概扫到的几率就会增加2倍左右。那然后无论如何，所以在这个空间，如果已经有人进去的话，可以先帮我就是试着留言啊、早安啊什么都可以啊。那就应该理论上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有2个功能哦。那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按赞。所以如果你觉得也想说你好，就不用再留言说你好，只要按赞就可以了。那它的数量越高，它会越浮到上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最新的已经有人千万搞坏了，就没有问题。好，那总是那最新的问题呢，它会跑在这个右下角。所以就是当有一个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那就是给大家可以看到说，那我们是要不要投他一票这样子一个空间。那当然也可以跟左邻右舍拉票。那但是就有时候右下角会开始自己聊起来，那这也是就是正常能量释放，大家放心上。对，那如果就是在上面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全回答完，那当然就是跟大家先说抱歉，那我都会看过。那如果在上面的问题就是全部都已经回答完了，那我们就提早下课。不过这个大概不太可能，因为已经14个了。好，那所以大概就这样。那如果在场的朋友想要就是举手发问的话，那举手的优先顺序是包括荧幕上的。所以如果随时举手的话，因为我这边看到有另外一个就是数位麦克风，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那所以可以就是好几位一起来发言，一起来对谈啊。不过当然我们知道说举手的时候比较需要一些勇气，那匿名的留言比较不需要就是好像就是。打个6-7折这样子，所以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会在线上发言，只是说为了照顾这个就是不喜欢用手机，好像没有人不喜欢用手机的朋友的话，那其实也是有线上发言这个选项。好的，那所以已经有人这个指定题目了，就是欢迎光临麦克风，可能只想要听我讲这句话。OK， 好，欢迎大家光临麦克风。四位朋友想问说，智慧医疗啊，在护理教育啊，有没有什么应用可以来举例？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才在，其实跟护理部完全有关系，是社工那边，他们有提出一个，就是我们在科发基金讨论的一个案子。那个案子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社工在训练的时候，他可以在一个相对真实的情况下面去做模拟。是不是要用一些 AR/VR 的技术呢 ？Motion capture 的技术呢？等等的这些技术呢，感觉上就非常先进哦，非常的高科技。但是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发展 VR 技术，就是因为在美国的国防部觉得摔一架飞机会非常的麻烦，而且非常的昂贵，所以他们是在一个模拟的机舱里面，然后把所有的战斗机的参数都输入进去，然后呢就请飞行员然后来上面驾驶。那上次如果他没有驾驶好，至少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摔了飞机，他们不需要跳伞，也不需要损失一架战斗机哦。所以最早的 VR 确实是透过像这种在一种比较及时的需要反应的。像在训练里面出现的，不过呢，当然就是说，他们这个应用到一个程度，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好像不是这个机舱在训练这个驾驶员，而是这个驾驶员在训练这个机舱，它是反过来的。所以呢，到现在呢，这一代的这个战斗机呢，它就不需要驾驶员了，因为它已经有足够多的驾驶员在 VR 里面训练过战斗机应该要怎么飞。然后呢，所以到最后战斗机就已经可以变成无人机了。他们在就是战斗机对战斗机的缠斗的这样子一个比赛里面，目前已经完全是 AI 胜出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是就是怎么样子算是教育的运用？这个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的事情。那我自己想这件事情的 framework 是这样子的，就
就是说我们在发展 AI 的时候，重点还是 assistive technology， 就它是来辅助大家的这个智慧，不是来把大家取代掉，好像最后那个战斗机自己就可以开自己了的那样子一种东西。那个对我来讲不能叫做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说不是辅助式的智慧，它当然还是人工智慧没有错，但是不一定是我们在教育上面值得去往那个方向发展的。那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省大家平时的力气，就是如果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觉得是比较冗的，那举例来讲，像我们之前有总统杯黑客松，那总统杯黑客松当然就是有我们有冠军在这边嘛，那但是对，那我们每一年对就是冠军在这边对，那但是我想先举一个比较 trivial 的一个例子，不是这个布拉格的市长，对不起，等我一下，比较 trivial 的这位，对，好，那他是一个海水的一个捡漏员。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各地去巡回听水管，然后带着一个好像听诊器这样子的一个仪器，然后去看说他有没有漏水。那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漏水，那但是有漏水的时候他就会发挥创意，然后去想说怎么样修好这个漏水。那但是呢，在总统杯黑客松呢，他们就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很少年轻人愿意受这样子的训练来当这样子的学徒，因为觉得这样子的工作主观来讲意义并不是很大，而且即使是薪水还不错，他觉得他好像在做这些听没有漏水的水管的时候好像自己是机器人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那这些朋友不如来写个机器人吧。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个 LINE 的对话机器人，那每一次呢就可以在这个师傅刚醒来的时候就先告诉这个师傅说，按照水压啊、水流量等等的这些数据SCADA 的数据，它附近可能漏水70%左右的几率，大概是这三个地方。所以呢，这位师傅呢就只需要去听这三个地方。那因为都是70%左右的几率嘛，所以意思就是他一天跑三个地方，大概总是有一两个是有漏水的。所以他接下来这一天的工作就是真的在修好这个漏水。所以以基隆小区作为例子的话，那本来是平均两个月才能够听到漏水的地方，就变成平均两天从有漏水就会被这个机器听到，而且师傅会来修理。那当然今年因为就是很奇怪的没有台风的关系，所以他们当年在总统杯黑客松得这个冠军奖杯就非常的有道理。因为这个冠军奖杯其实是一个加速器了，就是随时就是如果你的部会啊，或者是你的长官啊说没有法定依据啊，没有钱啊，没有人啊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奖杯是一个台湾的形状啊，底下是一个投影机，你只要打开这个投影机就会投影出我们的神主牌啊，就是我们的小英总统，他叫总统杯嘛，就是那个奖杯里面有总统的那个黑客松，对，就是投影出总统颁奖礼的画面。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主秘说这个没有钱啊，或者要修改法规很麻烦啊，叫投影出神主牌啊，他就会帮你去找到钱、找到人等等。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省力它还是基本功，因为当你省了力气之后，一方面年轻的朋友比较愿意加入这个行业，那二方面是说这些老师傅他比较有时间去想创新的事情。不然的话，这时间全部都花在这个上面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是也是鼓励，就是因为各位报的这个社工案子，后来也有计划相关的人来问我嘛，我就说你不是反过来想，你不是先把自己想成战斗机驾驶员，把那个社工想成战斗机舱里面的人吗？不是说先这个创新，然后再试着去 justify 这个创新，而是说你先想怎么样省大家的力气。省力之后，你多一些时间出来之后，你可以想一些降低个案的风险或社工风险的一些做法。那省力降低风险的时候，最后才是创新，那个创新会自然而然的长出来，而不是说绝对得有一个很棒的新科技 AR 啊什么东西，然后就要把这个东西设计成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几乎就会变成是你承担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很容易创造更多的问题啊。所以当然因为我不是各位的 domain expert， 所以我想我没有办法去建议说具体来讲在护理教育里面这样子那样子应用，但是以就是这个社工例子以及这个捡漏员的这个例子，那其实总统杯黑客松有很多例子啦，好比像说像之前有另外一个叫做零时差队，就是零时差，对，这个段子要很重要，不是零时差队，没有时差这个队伍。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想要解决就是当时蓝屿的那个后送的黑鹰直升机在天候不佳的时候造成了一个悲剧嘛。那最后他们就归结到两个原因，一个是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后送的判断的中心
跟在本岛的专科医师跟在地的护理师中间去建立这样子一个三方视讯给家属看的这个连接，中间有很多法规或者评判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取得授权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医师法在当时总统黑客松的时候，只有说护理师可以在医师在旁边的时候来执行一些这个医疗的活动，但是他没有说你旁边放一个荧幕，荧幕上有一个医师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执行医疗的活动。现在可以了，因为后来我们就修法了，总统黑客松得冠军是没有好处的。对，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在当时提出的这个主意，其实本来要编列足够的预算，让100多个这个偏乡啊、离岛啊等等，都建置这样子的设备，而且通过这样子的法规，通常都是一个中长程计划，可能要4年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有就是冠军团队提了这样的主意，突然间他提到最高的 priority， 所以我们那一年前瞻还有一些预算嘛，那所以卫福部就编了前瞻的预算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因为今年 COVID 啊，所以远距医疗现在就是突然就像很夯的事情。那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一开始是先从节省时间，那后来就是降低风险开始的话，最后总是会有增加护线的方法来出现。大概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哦。我巴菲特们问说，他说我对你用视讯参加 WHO 的会议印象深刻，请问在国际打压的情况下维持这个主导性，我参加的是叫做 IG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就是网络治理论坛，还是在日内瓦，就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那在那边我的主张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是 Digital Minister TW，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取巧的一个，但它因为这是一个网域嘛，真正的网域，那我也是这个网域的就是持有人嘛，所以你如果输入 Digital Minister.tw， 你还真的就会连到我自己的架设的这个网站，就是我们行政院的公共数位创新空间小组。那但是呢，这个网域呢，它并不主张说它是就是有什么所谓的官方的代表性，我就是以这个网域的持有人的身份在这边说话。那这个是我在 APEC 的简报，所以我在 APEC 也是用这样子的身份，并不是 Chinese Taipei， 我从头到尾都没讲到 Chinese Taipei。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Open Multi-Stakeholderism， 就是说在联合国的场域上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题目，他知道说不是只靠国家代表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好比像说受气候变迁影响的人，这些人会团结起来组成一个 major group。那这些人呢，不一定他的那个国家觉得说，这些人的利益是由他的国家的那个联合国的常态来发言，但是他只要证明说他跟这件事情有利害关系，那么他也可以发言。所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在这种国际组织的情况，不是说单纯的多边组织，而它是多边然后再加上多方，那这个多方就是利益攸关方。那我是以利益攸关方的角度进去，那我就是说我是 Digital Ministry 的 TW。 那在联合国的场域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进出那个 building 啊是要验护照，那但是当然机器人是不需要护照的，因为机器人就是设备而已啊。那然后呢，在上面就是机器人忽然间开始动了起来嘛，那然后我就开始讲话嘛。那当然就是其实前面后面都有很多场，那但是因为在 HF 那一场有直播，那所以大家就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发新闻稿，其实我们并不是很想让媒体知道，但是无所谓了，媒体就知道了。那知道之后呢，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在就是中共在那边的就是常代吧，常任的一个外交官，他举手抗议之后，主席说没有啊，我没有在讨论政治了，只是讨论政策。之后他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他没有离开那个房间其实没有重要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如果是认为我是某一个国家代表的话，那按照就是某一号决议啊，他没有办法把我们赶出去，他就得走了，就是两边只能有一边留在房间里面，但他留下来了，而且他的发言列入记录，那我的发言也列入记录。那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意思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那这不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个 representation， 就是说我在台湾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在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大概0.2秒以前才录制好，不过呢他们就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那所以呢，当他有这个定性之后，后面就变得很容易，就是我们在之后很多的场合，我就是请就是不一定是友邦啊，有时候是友善的国家啊，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国人，但是他是拿另外一本护照进去都可以。那他只要能够进得去，那在主席不反对的情况下，他忽然间拿出一个 iPad， 然后我们后来都不是用机器人，因为那个有点贵哦，就是都是用一个旋转椅，然后再加上一个脖子，然后可以夹了一个 iPad。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忽然之间就开始直播了。像我去故宫跟那个院长
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在故宫南院那时候还是用机器人啊，但是后来这个故宫院长上任那个时候，2019年3月的时候，吴院长说，哎，当务之急就是要 user friendly，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约一个会议。可是我人不在台北，那怎么办呢？我们约了会议之后，就是我的同仁过去，然后就拿同样的这样子一个脖子啊，然后夹在旋转椅上面，那有谁讲话，他就把我转到那个人的方向，非常的就是轻便啊，轻巧容易携带。那在各国的这个住处，现在都已经知道说，只要有这个基本的设备啊，随时都可以按一个键啊，就可以召唤我。那我在那个罗马的时候，那个那边的住处的代表，甚至还在听众里面了、啊。然后那他就就是最后我演讲完之后，也对谈完之后，他就举手说，郑总，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不用去接机场啊，接送啊，实在太棒了。因为住处的人，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接机送机啊，但对他来讲，我就是类似召唤兽嘛，就是他只要稍微按一下，我就会出现在国际会议的场合啊、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他是没有办法封锁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来篡改。他总不可能说，哎，整个会场的 WiFi 都拔掉，那样的话我们还有 4G 网络啊。那所以他最后就只能定性说，这个就是大家在看电影。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目前的主导性大概就是透过这样的做法。但我如果现在主张说这个我代表全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我都是说我是代表这个网域啊 ，digital membership TW， 那这样就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而不是一个 representation。我对护理的看法，我自己对于就是护理的认识。很多是就是来自我自己家里，因为我伯伯也是这个就是之前受护理的训练。那然后我自己的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那他因为就是需要照顾我这个外婆啊等等的关系，那所以他其实很厉害，就是说他自己会去受一些这个训练之外，那他因为之前美国常常边跑，但是今年我们都知道美国常常边跑的人到最后都到台湾了，就基本上想要回去了，这是常见的情况。那所以他就在就是14天的那个时间里面，他不止本来他自己稍微自修的一些护理的知识，他把就是担任一个照护员所需要的那个学术的那个学分，就在那14天里面就在线上，然后修完了也通过了，通过之后他就找一个场域实习，然后找了一个场域实习之后，他就突然变成就是有 license 啊，也可以去服务别人了、啊、这样。那但是当然这个是造福那一点哦，不是真正的护理的专业。那我的意思只是说，目前看起来好像这是有一种就是 democratizing 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任何人想要多了解关于这个方向的专业，现在都有一些方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专业，就是你要么非常非常这个专业，要么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那现在是好像有一个等级，就是一个比较有点像是缓坡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就是让越来越多人能够了解到说，我对于这个专业我可以更了解一点，当我更了解一点的话，我就可以更尊敬这个专业一点点，我也更知道说这个确实是一门重要的专业等等。所以我自己的有限的认知都是从这边来。那但是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去修那个学分，也还没有拿那个证照，可能等之后更有空一点再说。OK。有其他朋友们问说，到目前为止遇到过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今年以今年来讲的话，我有遇过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在当时2月6号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创新，就是口罩地图。那大家在这个药局排队买口罩的时候，可以看到前面的人刷的健保卡是不是真的买了2片啊？那如果库存不是下降2片，而是竟然升高2片，那当场就可以打1922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药师的专业的肯定之外，那当然也是对于这整件事情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他的给出交代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创新。但是就在同一天，很多药师也发明了另外一个社会创新，叫做发号码牌。那发号码牌就是他们认为说，好像连续慢性处方签它的那个读的描述比较久嘛。那虽然我们已经把界面设计成，其实它就是因为不会写任何东西，所以其实很快，但他不一定很相信说它会其实很快，所以他就认为说，那我们就发号码牌，然后收健保卡，然后早上发完号码牌之后，那大家当晚再拿号码牌回来，中间中午我休息的时间慢慢来过卡。那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呢，大家就可以非常容易的，也不太需要排那么长的队，因为走上一下就消化完嘛，发完号码牌之后，那自己有空的时候再回来拿口罩，加上本来存放在这边的健保卡。
但是这两个单独来看都是非常棒，就是节省时间也降低风险的事情。但是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调酒嘛，就是两种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像是那个就是可乐混 Mentos 的那个状况，就会爆炸。就是说，那爆炸的意思是，就是那药局他发完了号码牌，但是因为还没有过卡，所以口罩地图上面看起来它就是满的。然后在中午突然之间掉到底啊，那这个就很像他鞍钢口罩，但他并没有鞍钢口罩，他只是在中午才过卡而已。所以两个社会创新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那又因为这两个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所以我们也没法去改它。那所以就看到那边爆炸。那在我这个住家附近，甚至有一个药局，他就在门口去贴“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然后那个惊叹号本身还是一张 A4 就是非常大的字，标楷体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对，那这样子的情况到底要怎么解决哦？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觉得非常不好，对，因为并没有想出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那在最后，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还是，就是先跟这个药师工会的朋友们说，对不起，我们搞砸了，很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扰。那然后呢？不过药师都是专业人士，所以他们虽然透过那个口罩地图的就是回应的表单，就是有非常多就是情绪性的以及惊叹号等等的，但在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有道理的事情。所以我如果能够勉强自己把它看完，我都把那些留言看完了之后，在里面真的是有专业的五楼，就是有真的提出有道理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什么呢？就把口罩地图那个时间栏位分成两个，就是拿号码牌时间跟拿口罩的时间，其实。想一想也不难嘛。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在隔一个礼拜就实做这个，然后请口罩地图这边所有包含机关家等等都配合这个新的资料格式。但是还没有完，就是虽然这个他们就是门口不会再贴不要相信 APP 了哦，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我们药师也建立了交情，他还是跟我说这个还是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他说好比像说口罩地图上面他说8点到9点发号码牌，他可能8点20分就发完了。那8点20分发完之后，确实他就不用一整天接抗议电话，但他还是有40分钟会接到抗议电话。那所以后来呢，他就自己摸索出一个巧门，就是说在药师的进货进销存管理的那个界面，他每天是说我进几百片口罩嘛，这样他发现他可以打一个负数，他可以打-200。那-200就是说我进了-200片口罩，忽然间我的库存就掉到负值。是一直会来排队的人，要反而给他口罩，当然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因为我们的地图的城市 Open Data 没有办法处理负值，所以当你的口罩存量是负值的时候，你会自动消失在地图上。Open Data 里面根本就不会有你的药局。对，所以我们才说这个药师都是专业人员，就是这里好像就是那种白帽骇客的那种能力了，就是可以找到系统的漏洞，就是生命有那个求生的本能。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对，他就说哦，有一个药师就是发现了这个漏洞啊。那但是这个，正我跟你讲，你要回去把它补起来啊。那我说当然不会，这是求生本能。但是后来我们就想说，这个说不定可以系统化，也就是说因为他本来是很担心指挥中心最后会找他算账，所以他的 literally 找他算账，所以就是他打了-200之后，他在晚上就是关店前，他要记得补一个正200上去嘛，不然他隔天也还是不在口罩地图上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也很麻烦，那我们也很麻烦，而且这个到底算不算合法呢？对不对？那所以后来呢，我就去跟健保署的同仁讨论，那后来他们也同意，他们就直接在后台做一个按钮，就是叫做隐身按钮，你一按，铁门就拉下来。那所以就是那一天，你从按这个隐身按钮开始，你就自动消失在地图上。那差不多那个时候也是礼拜天，他们终于可以休息的那一天，所以礼拜天我城市自动把它按那个按钮。从那个时候，这两个社会创新终于没有打架了，然后这个药师就终于都可以喘一口气。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这边碰到挫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要一边去听另外一边的，因为两边的那个创新都很有道理，而是说想办法去找到在双方这个互相纠纷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些这个能人志士哦，他提出了一些乍看之下有一点天马行空，就有点像是就是电锅不加水就可以消毒口罩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想法，那然后去征服他嘛，去把他的这个想法弄成就是全国都知道，而且就是诚挚的道歉说这个我本来的想的真的没有你的这个主意好，那我马上就有你的主意，所以你行你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概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克服当时的挫折。好。有几位朋友们问说，台湾有没有准备好处理数位身份证？我是觉得你准备好了。好，那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行你来。
我们之前有收到非常多就是民间的朋友们对于数位身份证的很多诉求嘛，那所以这些诉求然后我们就照单全收，然后大概两个礼拜前这个内政部重新公布了一个版本，如果大家找 New EID 的话会找到最新的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把大家的诉求全部都已经采纳了，那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社会创新，然后之间互相冲突，那我们后来就发现说有没有其实是中间有一个不冲突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那这个解决方案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因为今天毕竟不是主要是讲 New EID 的创造，主要的解决方案大概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内政部它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强迫读取晶片或者读取机读码或者是读取卡片序号，也就是说对于内政部来讲，其实你要想说它到底为什么那么急着要换期待卡，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代的防伪大概就只有10年左右的有效期，那六代卡呢已经15年了，然后那个防伪已经是基本上是很接近形同具文的那个程度，因为手机的解析度越来越高，那而且呢它在背面还会不小心透露别人的个资，就是双亲的配偶的名字以及户籍地啊等等，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连银行或者是连电信商都已经不是很相信六代卡，以至于说你一定要拿另外一个证件他才认为这个你是你啊，这是所谓双证件的那个概念，那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重建对于身份证的有效性的可信度，这个才是他们的核心价值了，其他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其他都可以让好，那但从民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就是说不要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就感应嘛，靠卡或者是插卡，那所以这两个中间其实是有个交集，就是说当我们换证之后大家会那么怕说被感应，有一个原因他不要护照，为什么护照大家不会觉得说整天会被感应，因为第一个护照你平常不会带在身上，那第二个是我们都知道护照要感应的话你需要翻开那个护照，然后底下有三条线嘛，就是所谓的机读码，然后像在 eGate 自动通关的时候靠过去，它是靠这三条线取得那个读取码之后才能够读晶片里面的资料啊、照片等等，但是身份证是类似于明信片这样子的东西，就我如果给了你正面差不多也就等于给了你反面了啦，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后来我们就想说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式来解决一个数位的问题哦，就是运用叫做贴纸的一个技术，就是那这个也是从那个护照封面贴纸发想来的，就是如果你把背面贴掉用不透明胶带把它贴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就回到一张纸本卡，因为正面的防伪没有什么问题，那而且正面也有该有的资讯，那所以如果你把背面整个贴掉的话那可以回到一张纸本卡，那问题就是说那这个算不算回损呢，还是不算回损，遮蔽不是回损嘛，因为贴纸是可以撕掉的，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交给这个柜台人员或公务人员他把我的贴纸撕掉的话，到底是我有道理还是他有道理，那内政部的这个国民身份证及户口名录格式内容之相片影像等监视管理办法草案已经不是草案，已经停止预告了，差不多要公告了，就是说是他没有道理，而且他如果强迫这个撕掉贴纸的话是可以犯强制罪，你可以控诉他，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是不想要用他的数位功能的朋友，你只要把后面贴掉那就是一张纸本卡，那如果你就是不把它这个贴掉，那它就是其实就是靠那个地图所感应的，也就是公开区，就是本来印在纸本就是上面的这个资讯而已。那其他的什么多卡合一啊，什么这个预设自然人凭证绑定啊，什么东西都已经全部拿掉了，就是这样。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觉得争议会相对少一些。那但是当然就是大家对于资安当然还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这个就欢迎在座的各位白帽骇客来报名我们接下来的赏金猎人，不过就是赏金猎人你的各位用的就会是测试卡，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卡，那也就是说不是说你报名赏金猎人之后你就跑到正式级的系统然后就开始看这个新竹市民的个资，我当然不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测试环境，然后并不是真正的身份证号，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是有得过什么资安比赛啊等等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有钱可以拿的、哦、那现在公司不是找我去当这个赏金猎人的评审团的召集人，那所以我作为评审团的一员我也会拿到New EID， 那我当时会选择两张卡分开拿，就是我的自然凭证还是自然凭证，那我的 New EID 还是 New EID， 大概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有时候有些追问我也会回答一下，就是怎么样在演讲的时候可以那么快啊找到跟提问相对应的内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不过呢其实我就是在这个软体的 Good Notes 里面我其实已经有大概10个 tab 已经打开了，就是说这是在想总统的黑客松的，
如果大家问到防疫的话，是在想这个；如果大家问到 AI 的话，是想这个；如果大家问到这个报选人力开放政府，是讲这个；问到这个青年政策，是这个；如果问到数位国家的愿景，是这个。那故宫的刚刚已经说过了。如果是假讯息危害防治的话，是这个。然后 New EID 当然有自己的一个。那如果是问这个 My Data 跟 T Row 的话，是这个。然后之类之类，对，那其实还很多。对，所以大概就是都已经先开好，在这边他常问的问题其实就差不多那些，就是只要看到了，那我就这个索引起来，然后就秀出来回答，对，这是那个我们叫快取了，在资讯科学上是一个 cache 这样子，那就是那个快取放在那边，然后就可以直接对方问到什么就看什么。所以其实如果各位有看我上不管是 BBC 啊、CNN 啊等等啊这些媒体访问，看起来我就是直接看着主播的脸，然后这个他没问到什么就可以对答如流啊。不过就是其实有些是有稿子的，然后我就是把那个可能他问到的那个稿子都放在，因为我是用那个 MacBook 嘛，所以是放在荧幕的顶端。然后很多页签，那就差不多是在那个 camera 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视线看起来都没有飘移。他问了那个问题，我就按 command 一或 command 二或 command 三，然后就自动那个稿子就会出现，然后我就很流畅的把它念出来。对，那所以就是说还是有些方法啦，并不是都是买破控制的。OK， 那。有其他朋友问说要怎么样缩短世代的差异，当然我不觉得世代之间的差异真的需要缩短，我觉得世代之间要彼此理解，但是就是有差异的话就表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那举例来讲，像当时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把就是口罩实名制里面地图的部分跟号码牌的部分解决，那解决之后呢，当时可能大家也很记得，就是有一个委员嘛，就是高虹安委员，那他就是拿了我们在口罩地图这边的 OpenAPI， 然后呢去质询我们的陈指挥官，然后说，哎，这个在地图上面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直升机，就是它只有直线距离看起来很公平，但它运用一个叫 OpenStreetMap 开放街图的社群，那就发现说，哎，你如果把它 zoom out 的话，那其实呢，第一个它在偏乡很多地方并没有真的那么公平，因为看起来确实是分布是均匀的，但是在这么均匀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偏乡的朋友，他已经用大众运输走到药局的话，其实已经付出三小时或四小时的时间成本，他到时候药局已经关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你方圆这个500公里之内的平均剩下的口罩数在全台湾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他的药局已经关门了，就是现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当然陈指挥官是非常棒，我觉得他是这一点是堪为模范嘛，就是说任何这个形态的问题他都有一个标准的回答方法，就是啊委员教教我们啊，这样你早点说嘛，一起来想嘛，啊，很好的主意，这样，就是你心里来，对，非常非常诚恳的，对，所以对高委员当然也就只好跟他分享，就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对，那因为他之前在那个鸿海嘛，他其实是 Foxconn Group 的，就是 VP of Data Analytics， 所以他当然是很懂数据，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讨论出了真正的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当然一方面是就是配送的均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要24小时取货点，就话讲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跟便利商店合作。那跟便利商店合作呢，我们最一开始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拿健保卡去便利商店，而是拿提款卡去便利商店。我们的想法就是说，长辈至少有一个邮局的提款卡嘛，那便利商店大部分也都有 ATM， 那你要付52块钱，你就是在 ATM 插卡，输入你的密码，同时也完成了实名的确认，然后你就转52块钱到我们机关署的账户。那转了之后呢，你这个收据，你就可以凭这个收据，过了3天或过一个礼拜，然后就可以去柜台拿口罩。而且这一套其实我们都已经测试差不多了，是可行的，也有业者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呢，当时呢，我们就想到说，哎，那这个是不是要让这个长辈来测试看看？所以呢，当时不是这位长辈了，虽然他最后也去测试了。那因为我呢，就是每个礼拜天都会回淡水看我阿妈，或者是给我阿妈打电话。那每个月大概至少回去2次。然后呢，那我阿妈今年大概88岁了，就已经快90岁了。
然后那他就跟我说说就是他社区有一位杨奶奶，是他的一位年轻朋友，那非常不喜欢去药局排队，可是还是去药局排队。他是他们社区的 KOL， 就是声量相当大的一位长辈哦。那他的这位年轻朋友呢，今年77岁，所以只有对他是年轻朋友，对我并不是年轻朋友。但是这位年轻朋友，就是对于我们的高神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然后非常非常这个在社区就常常批评。那我想说太好了，那就是应该是他来当 pilot test。那所以后来呢，我就要约了杨奶奶的时间，然后实际约到这个楼下的全家，然后来测试我们这样子一个流程。然后一测试，他就发现说，不行，这个很不 work。那我奶奶、妈妈也说很不 work。那为什么呢？因为对老人家来讲，你虽然荧幕上写得很清楚，你只转52块走，但是那个提款机的整个使用者体验都是165反诈骗什么东西，有很多贴纸贴在上面，他在脑里。会补好几个零上去，就是荧幕上显示52，看到是52000000，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他一旦输入了提款卡密码，那他就觉得钱已经不是自己了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对，确实这个很省时间，没有错，你很孝顺，但是我还是会回药局排队。回药局排队，我拿零钱出来，我知道我付了多少钱。那这个提款机如果把这个全部的积蓄转走的话，那我这个求助无门哦。对，那我当然是说不会被钱转走。那但是确实啊，这个开场是很有道理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别的办法？那刚好当时有一家叫叶安科技的一家新创跟台北市政府合作，那他们已经测试出了那个口罩的自动贩卖机，那个自动贩卖机的人脸确认的部分就是透过 VPN， 好像那个贩卖机本身是一家药局那样子去连线回健保署，所以他们已经把这一套测通了。那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哎，既然资安上面没有问题，那而且每一个便利商店其实它的那个 kiosk， 就是它那个柜员机，其实只是端末，就是说只有一台大的电脑了，那就是全台湾大概12000个不同的终端机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只有四台主要的主机，就是四大超商。那这四大超商的主机如果都有网健保的 VPN 的话，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只开就是关于口罩实名制人力确认的这一个 endpoint 给他，那这是自然上不会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叶安科技已经测试过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协调，发现也很容易。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那杨奶奶就实际走了一遍这个流程，包含拿健保卡。那健保卡当然也就不需要输入密码，因为已经连上 VPN， 就相当于是在就是类似这个所谓的税综所税报税啊等等这样一个流程。那但是呢，他就很坚持说，他到柜台的时候，他就是要数52块的零钱出来，然后交给那个柜员啊。任何行动支付啊，其实行动支付或者记名有卡，理论上也可以做到实名，但他都不愿意使用，因为他要知道说，只有刚刚好52块硬币离开他的手上，这样子的话，他就愿意改变他的习惯，跑到便利商店。对他来讲，预购并不是问题，因为他常常下楼，楼下就是便利商店。那但是对他来讲，就是他的银行账户不会被转走，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那好，那所以后来就真的按照杨奶奶的建议，所以后来那个就是亲子天下有本关于我的书出版之后，我有特别送的给杨奶奶，感谢她对我们口罩实名制的贡献。那当然，因为这个是按照她的建议做出来的，所以呢，当然她在社区的 KOL 就很重要。那所以整个眷村大概她就是会去教她的年轻朋友，就是66岁的这些朋友，66岁朋友就会去教他们的年轻朋友55岁、44岁，他已经不太需要人教了。这样子的情况下，真的他们就都从去比较远的药局排队改成去便利商店。那所以我觉得概念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要缩短时代差异，并不是说好像要他来配合我们，而是说我们要去配合他。而我们配合他，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用手机预订，我们还是可以用手机预订，而是说我们 inclusive， 就是说有一种涵容的一种感觉，是科技要去配合每个世代的人，而不是说特定世代的人来配合某个世代所偏好的那种科技了。所以不管是语言也好，或者是刚刚讲到口罩实名制1234也好，大概都是透过这样的做法，就不是强迫某些人来做转变。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就是用健保快通用得很开心的话，你不要拦着他去用健保快一通，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那我们有一个有点像是追问的，我先快速回答一下。科技带来的便利效用与隐私的保护要怎么样达到平衡，这真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讲，这个便利效用跟隐私两个中间并不是一个零和的一个游戏啊。
我们在以前确实是有可能会觉得说这是零和的，好比像说像我们以前都说什么大数据嘛，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很巨量的资料才能够去做一点点的萃取啊的分析，那所以资料的可用性如果是在一端的话，那你如果经过去识别的话，那就慢慢往右边那一端，这个隐私的那一端去做到，那到最那边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隐私疑虑了，那它的可用性也就自然丧失了。所以这是就是传统上面上个世纪啊很多人脑里面的一个图景。那在这个世纪，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来，就是我们这个现代问题可以用现代方法解决，那现在有很多现代的方法是不需要在这个 zero sum 上面来这边打交道。那它有一个最主要的 insight， 就是share insight not data， 就是每一个资料的处理者他是可以分享出他学到的事情，而不是分享出到底他收集到了什么资料。那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是透过 share insight not data 的这个做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自然的组成叫做资料协作关系 data collaborative， 也就是说每个资料搜集者他并不一定是 raw data 的集中，而是他可以是好比像说大家都跑同样的一个叫做分散式学习的这样一个演算法。像各位这个在小的时候学讲话的时候，其实很少人会记得说你到底是听到哪一句话然后才开始会讲话的。我自己学走路的时候，我也不记得说我到底是学步车走到哪一个场景我才学会走路的。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都是已经是 outer layer 的，就是最后那两三层了。那但是我们在前面的那些 raw data 其实是没有必要keep 住的，那即使是 keep 住，其实我们的 introspection 就是我们的内观也没有办法真正存取到那些 raw data 啊。那所以可见说，我们现在在分享我们的学习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靠 raw data 的分享的，人类社群并不是这样子在运作的。所以一个 data collaborative 如果可以是说，那我们先找到一个 purpose， 就是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为了这个 purpose 先同意说我们用某种方式来进行统计，然后我们就把统计的但是其实已经跟各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资料去分享出来，那样不是很好吗？这是一个做法。那当我们分享统计资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一些 sample data。 那以前如果是合成资料的话，那就好像上一代的那什么素肉啊，就是说吃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豆皮或者那是蒟蒻或者是那是什么别的东西，那就大家都知道那是合成资料可能性很低。但是现在因为有可能对抗式生成网络啊等等这些演算法，那所以这些演算法所合成出来的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未来肉或者是新猪肉，就是说它是素的，但是就是你不管是闭上眼睛吃还是张开眼睛吃，其实都已经几乎分不出任何差别了。那这个时候就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合成，不要说2300万人，2亿3000万人的健保资料，但是每一个都是模拟市民嘛，并不是任何一个是真正的人。但是你用它去算平均值啊等等，其实就是真的对那个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就可以 share insight， 但是不用 share raw data。那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解决方案。那你们刚好看到这个，所以就稍微回答一下。有大家可能没想要问说，想请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结果的看法，以及对于台湾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啊哈，这个突然变国际关系的题目，塞尔的特色就是每个题目都是啊那个俄罗斯方块，就是会放到多少地方哈？我大概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说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在推动一个叫做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就是 OGPNAP， 如果找开放政府应该第一个连接就是。那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在各个的政策的层面，不是只有少数的，好比像说像我们的中央平台的联署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总统麦克松啊，那有一些个案可以用开放的方式来进行，而是说我们在接下来很多跟人民切身攸关的事情就是要用开放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国家行动方案，而且包含国会都做了，那么四个党派都同意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加入，其实是拜登当时在当副总统的时候成立了这样子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叫做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那这个其实概念上面就是有一点像联合国，但是你要加入的时候要先进入一个价值检查，就是一些国际的人权组织的评比，在这些评比里面呢，你必须要到一定的分数。那这个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分数的意思就是说你那边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集会自由，有没有结社自由，大家有时是用民主的政党多次轮替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国家政策等等。那只有通过这个所谓价值检查才能够成为 OGP 的会员国，所以可以说是
就是只剩下民主国家或正在朝向民主的国家的类似联合国，但是也是有七十几个国家，也是蛮多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当我们这边，就是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分数啦。那就是台湾是我们整个亚洲，如果算上太平洋的话，我们跟纽西兰是唯二，就是在这个 Civicus Monitor 说 completely open， 就是完全开放，分数最高了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国组的空间就会变得相当大。那拜登也是说，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嘛，他会用这样子的概念来办一个那个 Global Democracy Summit 等等。所以就说他的外交方针大概就是先用这个去做价值检查。然后在价值检查里面，那如果通过的话，那就是所谓的 Democratic Alliance， 是一个民主的盟友。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这四年左右推的这个台湾政府行动方案，确实跟拜登政权他的就是国组的这个方案，确实是比较重合的，这是具体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就是大家在就是本来在川普政权的时候，他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去确保说，不管是就是台湾旅行啊、台北法案啊等等，把 AIT 就是从相当于使馆变成根本就是使馆的这个待遇啊等等，那这些会不会被 roll back， 我想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事情。那不过基本上应该是不会被 roll back 啊。那这个我也是其实之前就有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大选前这个不久，有过一个美国的智库叫做这个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来访问我。那因为我的所有的拜访都有逐字稿，所以当然这个也有逐字稿，去年十月的。对，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担任社会政委以来已经开了1500场会，跟6000个人讲了30万句话了。就是类似一个分散式账本这样子，就是讲过每句话都是非常的 accountable， 也可以做全文检索。对，那当时这个 CAP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公开在网络上，但是呢，这个 CAP 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主张那个七贤楼规则 Chatham House Rule， 就是你看到他们都是 audience member 啊，那这批人呢，基本上就是即将上任的那一批人啊，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在当时是民间嘛、智库嘛等等的身份，他们不想被 identify 出来。那但是事实上就是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基本上就是类似一个好像影子内阁智库啊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所以在当时其实我们很具体的讨论到，首先当然没有什么 rollback 的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说就是他们也很觉得说，说不定这个美国的两极化的就是民主互相攻击啊等等的这个状况，说不定可以从台湾这边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变成就是全世界说很可以就是 solve pandemic with no lockdown 之前，我们其实在这边在讨论是说你要怎么 solve infodemic without takedown，就是不要变成好像是中央集权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掉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大家过分两极化、过分极化，然后导致民主的那个信任基础瓦解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刚刚的意思说，不只是对于国足，这个对于他们的内政也是有帮助的。那所以是建立了他不要 roll back 跟我们的整个双边关系上面。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至于正面的影响多正面，那这个可能是要就是二月之后慢慢来讨论的一些事情，1月20号之后慢慢来讨论的事情。那有另外一位朋友问说，资讯科技可以协助临床的护理人员哦，来减轻照顾病人的负担哦，非常好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是各位的专业，所以我不知道事情，我就直接讲我不知道。那但是我自己就是观察我的就是四位长辈，目前还有2位还在世，那他们运用很多的资讯科技，我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之前那么强调就是 AI 应该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很多也是跟长辈相处的一个心得，就是长辈并不是很喜欢被代表，就是他们觉得说如果他还是有参与的能力，只是因为身体的种种限制，所以参与的机会变少的话，他会偏好那种就是把他参与的机会还给他，而不是说好像只是说就是让他就是比较舒服一点，他还是希望能够去参与。所以在这里面可能就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那边是眷村嘛，其实是一个叫做川云健的一支 app，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下载过。那川云健这支 app 就是当时在就是总统选前，他们不管是租游览车啊，还是动员啊，还是就是有很多的就是韩国瑜的支持者，他们是透过这个 app 得到
帮长辈找一些线上可以做的事情以及线下可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让他们的社会参与变得非常的 active， 而且也真的是除了就是当然现在他们有另外一波了，就是会来找这个我妈，比方说怎么样装 YouTube， 然后他们想要就是跟中天的那个即时的直播要互动啊，因为像只要按遥控器就可以看到，现在他们发现还可以留言，留言有时候还会被回应嘛，但是就是他们要先解决到底怎么看直播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开始学习直播的即时的参与，那我觉得这也很棒，就是想必也都是减少厂商负担。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那不管是出门的动员或者是在家里面的动员，那这整件事情当然他们其实都已经迈入现在好像比较不说一大健康迈入比较需要精准健康服务的那样子的情况，那但是就是靠他们自己理解到说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然后又愿意找到一些他们愿意投注心力的事情，那确实有一些有可能轻微的比较失智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情况，但是就是他的 deterioration 真的会减缓，那在身体上面也是如此嘛。那我不知道我妈妈现在对于就是我跟她介绍那个工研院在弄那个外骨骼就开始很有兴趣，就是要搬重物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机器人帮她搬，而是说她可以穿一个外骨骼让她变成机器人，就是她侦测到这个她想要搬重物的时候她忽然间就有力气了，因为外骨骼可以帮她搬这件事情的，就是说她还是想要自己搬，他并不是真的很想要就是来帮忙的朋友来帮他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对就是辅助科技特别感兴趣或辅助设计智慧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有九位朋友问说要怎么样培养自学的能力啊，其实我觉得自学的能力并不需要特别培养，因为小孩子都是充满好奇心的，所以问的是怎么样去磨杀掉自学的能力，然后就是然后尽量避免做那些事情啊，各位就可以保持自学的能力啊。那我们在生命国家课堂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强调说自发互动共好又是以自发为主，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说如果是用人跟人之间的名词来做排名做比较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在就是进入学校体系前以及出社会之后大概都没有什么机会再被人跟人之间的名次比较，因为真的出了社会之后大部分的解决问题都必须要一个团队才能够解决，所以团队跟团队之间当然或许有比较，政体跟政体之间也有比较，但在团队里面大家是分工合作啊，当然是不会就是莫名其妙好像画一个轨道然后就总有人要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这样，这个情境是只有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这样子一个情境，不客气的说的话，但是新课纲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所谓事情刚才就是你开始就找到你想要去的那个方向，你就转身往那个方向跑 purpose driven 啊 purpose based learning PBL， 那这样子的情况你就赢在起跑点上，因为没有别人跑这个方向，那所以就是按照第一名就是第一名，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跟别的从不同地方起跑但是也跑往同一个地方的这些朋友们真正组成一个学习圈，那这件事情是新课纲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一开始把他的自发的动机找到，那在找到这个自发动机的前提就是不要变成人跟人之间一对一的在那边彼此比较，那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所以只要大家警觉到就是又落入那种人跟人之间一对一彼此比较，然后就把那样子的情境都转化掉，或者说就勇敢的说不吧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自学能力大概就不会丧失，因为大家天生都是有好奇心而且因为这个好奇心去行动的这样子一种自学的能力。有爸爸可能会说，请问现在全球都在推广 AI 智慧科技，请问政委是不是有伦理的担心与考量以及国家怎么样监控这个机制我一向都是觉得说这人民怎么样去监控国家，我不是很 care 国家怎么样监控人民，我对监控人民没有什么兴趣，那时候在那个三倍券的记者会上面我说就是我们只关心说就是你刷到3000然后就可以领2000的这件事情，但你到底刷这3000块到底买了什么东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那个是因为联卡中心本来就已经有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联卡中心真的是告诉我们说那你刷到了这个3700块已经达到了门槛，但是就这样子，那这个吸引什么是完全就是两臂之遥，是绝对看不到的一件事情，那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的越多，那你就越破坏掉什么呢，破坏掉那个叫做无
们知之幕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做政策规划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在民主政体里面，就是说我们不是代表我们所在的阶级或者什么族群或者是意识形态来做政策规划。理论上一个好的政策规划应该是说，我在规划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到最后会掉进这个规划里面的哪一个阶级或者哪一个人的情况，但是秉着这种类似像是大公无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进行规划。那当然在好像说防疫上面，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如果去歧视特定的族群，让他们比较好像说拿不到口罩，那像是这个负担是所有人要一起付啊，就是同舟一命啊，就是一个地方破洞的整艘船都翻掉。但是在其实几乎所有的政策规划上面都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防疫提醒我们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有点像是刚刚在口罩地图排队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说前面的人到底就是买了几片口罩，那这个是无涉隐私的。而且这个即使是好比方说我这个想要买口罩这件事情，我不想要让其他人知道，那当然我们到最后口罩就是供应量充足的时候，除了有左翼社会主义分配这样子的情况下，也有右翼啊，这个在我从哪里来的，现在不是要去买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两边它会互相稍微平衡，就是确保说比较没有资源的人，他还是可以透过实名制口罩去买到他真正需要的，而且也保护所有其他人。那但是就是对这方面就是比较有品味的或者选择的等等的朋友，但他也可以在就是相对上面不会好像造成刺激或造成这个相对剥夺感的情况下，因为我戴这个就有点像是我的衣服一样，是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并不是说这个我现在突然觉得说彩虹才是对的，那大家这个戴单色口罩不对，我当然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可以在 social norm 就是社会常规上面有所平衡，任何人如果是能够自己任意加入任意退出的这样子一个团体，好比像说我们在台湾总统的一个中经常面总统的一个中宣教大会，总统的一个中里面就是有去年的前十强嘛，好比像说那个国土智慧选手队啊，他们就是水盒子啊，是架在这个空气盒子的基础上面。那空气盒子我应该已经不需要多所介绍，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就是你可以用3000块以下的这个钱啊，很容易的就在那个环教课程或者是国小的资讯课程，就好像我小时候有两个参考包一样，那他们是养一个空气盒子，然后就可以学到什么叫做 data stewardship， 是怎么样是对资料的良好的管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本来很难教的一些观念，就是GDP 啊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资料持有者啊，什么 curate 啊等等，因为你要养一只蚕宝宝，就是一个空气盒子的关系，很快就可以了解。而且当这些朋友们串联进来之后，因为它不是像是公部门一样，是你要由上而下透过议会啊透过什么来决定在哪边布点，而是你觉得哪边的空气值得关心，你就去那边布点。所以这样子情况下，一下子就到达一个比较好的解析度，所以他就可以拿这个来实际上去监督说到底是谁造成，不管是移动式非移动式境外等等污染源，所以他们就可以获得去跟环保署议价的那个筹码。就是说因为环保署后来就发现说他们的公信力被这个摧毁了就是因为一个很准的但是离你很远的环保署家的感测站，跟一堆不是那么准的但是就在你家附近的感测站，大概大家都是相信后面的这个社会部门的部分，很少人去相信环保署。那时候环保署只有70-80几个感测点，那这边已经上千个，那所以环保署发现说不行，我们必须要急起直追，那怎么办呢？就跟这些朋友们讨论，那这些朋友们就发现说好像在很多工业区里面是一些缺口。为什么是缺口呢？就是因为一般的小学老师在教环教的，他不可能跑去工业区然后在那边硬要安装空气盒子，立刻就被赶出来。所以事实上就是环保署有一些他们要的就是公权力，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环保署要的就是社会正当性。那这样的话双方这样子一谈判，就可以谈出说那我们在地的市政府来看，工业区里面的路灯是市政府的财产，所以工业区的这些厂商不能够拒绝市政府在路灯上面装空气盒子。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好像是拼图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是到这个就是 CYOT 民政公共物联网的话，就可以发现说已经不是当年的 PM2.5 而已了，也是甚至像是这个一氧化碳啊，或者甚至其他的这些污染源，现在都可以用这种先是从 social sector， 先是从社会部门出发，有了一个资料的常规，然后呢公部门呢是全力支持但是并不主导，那双方一起来给经济部门施加压力的这样子一个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呢的好处，我把它叫做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从社会部门先，然后再公部门，然后再私部门的这种协作关系。那像现在就是都是讲什么产官学研社啊，那个就是叫做 private public people partnership。那但是我这边讲的是社会部门先啊 ，people first 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伦理的担心跟渴望，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可以在社会部门里面解决。那这有点像是我们解决 infodemic 的方式是，先是一群这个公民黑客跑去监察院拿政治现金的那个监察的资料表出来扫描之后切成一格一格，然后他试着在线上把它变成数位的档案。那在那个时候呢，监察院是完全不愿意释出结构化的资料，只有他们才能够做监察。那但是当我们，因为当时我们在外面嘛，就是当我们释出这些资料之后，监察院就很慌，他们就说，虽然你们说每一格都有三个人看过，但你不能证明这100%是正确的。那我们当时就拟了一个说帖说，对，我们真的不能证明，所以意思就是你应该要公开这些资料，而且公开成结构化的资料，让大家都可以来分析。所以最后在2018年。监察院还真的这样子做了，所以当我们实际上去看说，监察院出来的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分析。那这个分析也是在 GitHub， 就是完全是开放源代码的，那大家就可以去找到这个政治现金的关系。By the way， 我没有付钱给伯恩啊，伯恩也没有付钱给我。对，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就是一个 social norm， 大家对于在大选期间的就是金钱流向有一个新的社会常规。有了这个常规之后，那公部门也愿意配合了嘛，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很多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广告根本没有变成政治现金或政治的花费，这表示 Facebook 是 Facebook 弄外面的。那这个时候就好像国际谈判一样，我就可以去跟 Facebook 谈判，说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这边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监察院的这样子一个常规去公布你的收到的政治现金，然后及时的用开放式的资料，即使是广告下架了，还要继续公布的话，那你说不定会被社会抵制。那在台湾这个抵制谁倒 Facebook 也不例外。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觉得说，好吧，那在竞选的期间，2020年的那次选举前面几个月，他们才真的愿意说，那每一个关于社会啊、政治啊等等的广告，它的金钱的流向，它到底是下怎么样子广告的标的，到底触及了多少人等等，都用结构化资料的方式公布在这边。那当然就好像政治现金不能够接受境外的捐款一样，那 Facebook 也拒绝了境外的捐款，所以这也是一次很成功的，就是 People Public Private 的 Partnership。所以它当然是有伦理的，但这个伦理是建立在公部门来监督经济部门，但是由社会部门来监督公部门上面。那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就暂时先到这边。那下一个问题是说，想请问这么看起来会不会变成 iPhone 啊？我可以试试看，哎，还是没有变成 iPhone 哈。那谢谢大家。对，